在介绍的是一间由巴西人所开设的披萨坊，经由实际采访并观察讨论所设计出的观望及订单 App， 来提升整体的经营效率，持续为森巴披萨坊实践梦想。专题目录分为以下五大类：森巴披萨坊是由来自巴西的杨高飞先生一家人于2011年所创立，以推广巴西饮食为目标。本组其中一员为杨高飞先生的儿子，因此本组决定以森巴披萨坊作为个案探讨主题。高飞先生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家喻户晓的披萨师傅，年轻时曾于圣保罗意大利餐厅担任披萨师傅，后因家庭因素抛下厨师梦，直到台湾妻子杨盈萱小姐的亲戚资助，让杨高飞一家人移民至台湾重新开始。在2011年抵达台湾时，他发现巴西美食尚未引进台湾，所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拾梦想。森巴披萨坊的经营理念以坚持天然、顾客至上为宗旨，考量顾客需求，适时调整符合台湾人口味，才纯手工制作，不添加任何加工食材。专题架构分为森巴披萨坊介绍、市场分析、行销推广以及实地访谈等十大项目。本团队经由上述架构分析、讨论以及实地观察后，决定开发云端点餐 App 和官方网站，以增进森巴披萨坊整体营运效益。运用多媒体设计课程所学的 Dreamweaver、Illustrator、Photoshop、微导演、InDesign 和商业概论所学的 SWOT、STP 五力等市场分析，以及计算机概论、程式设计所学的 App Inventor、PowerPoint， 将课程所学实际应用至专题设计。因为考虑只有在社群网站的推广是不够的，所以制作此网站来增加网络上的曝光率，利用 CSS 和 JavaScript 制作单页式的动态网页。本点餐系统是以 AI 而制作，以麦当劳的点餐系统作为范本去设计。为达成多台装置能够同时使用该系统，我们利用 Google 云端资料库结合我们的点餐系统，希望能够达成提升点餐速度的目标。这是我们订餐系统的主画面，那选择订餐后，上方会显示这是几号装置，内用和外带。那我们点击餐点，选择新增，下方的点餐明细中就会增加我们所选取的餐点。那如果发现下方的餐点有错误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右边的按钮进行修改或者删除。那确认完后，我们就点击订餐，这时候会产生订餐编号。那我们的厨房会透过我们的明细进行餐点的查询。那我们的设定的以上的功能，就是为了符合每个不同的装置所需要的需求。那我这边还有一个管理员的身份，那我们进行登入，就可在明细查询我们的营业额和营业额记录。那我们维护的部分可以进行备份近日的营业额和菜单资料的更新。那这边都一样要登录。那我们选择餐点，就可以利用右边的按钮呢进行更新。那我们假设火腿涨价，那我们这边选择修改，到金额进行金额的调整，最后按更新，餐点就更新成功了。DM 设计主要是以三者业为概念，搭配森巴披萨的照片，让消费者借由 DM 就能清楚知道森巴披萨的产品，引起购买的动机。起点卡正面是森巴披萨坊的公仔及名称，以巴西代表色黄绿色为主色，呈现出巴西风情。背面则是起点区，以森巴披萨作为盖章区，戳章则是以商标制成。赖贴图设计以森巴披萨坊的员工作为主要人物，并结合日常的对话制成。结论：台湾餐饮市场进入门槛低，商机大，但竞争也十分激烈，所以必须具备特色与创意，才能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综合以上的报告，我们的建议分为以下几点：首先就是用我们官网及促销策略来增加森巴披萨坊的曝光率；再来是用点餐系统增加点餐的速度以及效率；最后是利用顾客调查来得知顾客的需求。本专题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